我准备要来看一下啦，这虾啊你甲看，这有水无你甲看，一红卡你看会卡拢红的，这活动啊这有色啊，拢无啊吼，最后春节最后春节先看，要食虾啊卖3000，唔免2000，抽切个甜，来先加一个1500了。来，切了，要食白的哦，1500哦。来，切了，我只有四个搞，要我嘛，我只有四个，四个够你哦，四个够你，1500三百来，切了，今仔日你若加钱的无啊，唔免阁看啊，真正后壁拢无，来，继续，来，切了。 我只要袂你几啊块尔，最后一个鸡翅没有了，几啊块？好，几啊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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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
你老早啊，来这边就鸡脚冻诶，这这边就使吃啊，这一包百三做两包鱼啊，老妈，唔免让你家己啊啦，退透气落啊，两百尔啦。两百啊，三包你啦，四包有啦，你食鸡脚冻无两百块。两百尔。鸡脚冻。啊？哎，无啊。你讲咩？给你，给阿总无爽，给你用爽。 我是袂少，我袂了，袂三百块，一个八百块，就是要食。来，这大块啊，这礼拜刚钓上大块，这大块，爱食都会用，这礼拜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先加一个三百哦。三百哦。要变咩？爱一个哦。有人要食红包鱼的买单无？三百块尔，这大块，这大块，你会当家己看。三百，有人要吃的无？你要来做。一个哦。鸡腿都无啊。有人要吃的无？三百尔。三百。哎，三百一个哦。几多哩啊？几多个哩啊？我来讲啊。 这一包你后尾无几多大块，这一包伊，一个人加四块当，唔免五百四百三百咯。三百。三百一个。个人要食鲑鱼会转来无三百。三百哟。啊，要加水过来起啊，我带来介绍。三百个人要爱无？来。啊，你提起加水哦，我叫你先找找阿个。三百个人要真的无？你后尾来换是三百，阿个刚好对。有个人换真。三百会爱无？三百。唔是该，唔是。 有啊吼，啊，是那个怎？哎，要鸡腿啊，反正。讲讲了，好多吧。这支是卤鸡腿啊。哎，我想袂到我的鸡翅去全够有啦。我唔知我的鸡翅够有啦。这支是卤鸡腿，这一包十支，这全色个啊，这拢免煮啊，这等下煎了烧，烘了烧，啊吹了烧，拢会使。一支鸡腿六五十，十支五百，唔免五百，两百咯。 两百，两百啊！我食卤鸡腿哦，一支上好食啊，两百块。多只。两百。你好食啊，大哥。一支啊，好食，我烧两支。我食卤鸡腿包两百啊。是啊，两百啊。有啊，出来你啊，可以，头几组好啊，过来你买啥物？啊，大对，不错。今日手头哦。诶，恁这是变变的，卖个直接退冰啊无？伊这芋仔丸啊，伊这内底有包咸啊卵啊。你去个，这一包百块的啦。 这两包三百啦，唔免三百，免五百，来两百好啦。来两百哟！我来讲话，你先给钱，我去加一包啦，两百好了。有人要食芋仔丸的无？哎，纯鸟鸟。是你唔买袂食，我嘛一百咯。一百嘛，三百哟。气炸我吗？气炸好了噻，一百好了。来边啊！气炸我最好食啦，这真正好食嘞。这真的好吃嘞，一百嘞，够不要挨无？一百嘞啊！有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别人别挨。 上面只包肉讲完，只，这手感觉三百五包，我们一包一包，来做两包五，包肉讲完啦，包啦，是，你们送三包，我来讲，我有简单的解决，花枝，我讲三包啦，这些先让我这几个，包两包好不好？我都包包的哦，三包啦，我来啦，包肉讲完了，一百块啊。 你这三包都几多位啊？哎，我来分做两包，我分了。哎，你莫要包啊？讲完手工啊？一包，肯定要一包。一包啊！手工的哦。对啊。个人要来无？包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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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好食的。哦。我叫来，我叫小志勇，小志勇，甲招待风雪。哎，恁敢有要食这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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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肉羹的无？
一百块嘛，这当然真正的尔啦。你若要食百块嘛，我嘛来送300-500啦，好不好？这一条百三啦，两条鱼啊，六千块钱200块。哎，200哦。这条够，另外再加一条4条，有人要食百块嘛？200。哎，来好钱。清明节要拜拜。我来讲，你先给钱，我搁给一条，这5条、10条准4条，大人，我这条够你直接到钱，200了，哎，200呀，那唔得啦，来200啦，咩来无？来头前就加一个，2条、4条，来6条，最后一个100无？手工的，我一拍的哦。咱清明节要拜拜，这上好用的啊，100尔嘛无啊，这无人你卖3条100的啊，这3条100，上面也100。200呀，我是无你安尼卖哦，你卖啊紧啊。来啊，我。哎呀，你看笑了。啊，这你来买这，今日我哦，阿舅啊，人阿姐较无闲，拢无时间买这。好，这叫花式海鲜排，这等个七家伙煎的青椒肉，300块，6块300，唔免300，成交唔？哎，成交。200来200。7块、8块、9块，我来讲10块，我10块卖200，一块剩20，我差1块给你，12块给你，13块、14块、15块，一日人计200无啊？200。有人要食花式海鲜排无？200块。头前来，后壁无啊吗？拢了啊！大哥，我搁过一条鱼啦，搁过3条啦，搁过4条啦。哦，二十条，20条给你啦，食死啦！我感谢啦。最后搁一个算咩啦？200，真是啦。200啊！情况嘛，食鱼有啥好笑？好吃啦！我一个200，人要食花枝排无？哎，这希望无啊。200块而已，我帅哥，搁这囡仔，这囡仔上爱食，小朋友的最爱，你唔捌听过？花枝啊，先排，这讲真正，我10条卖你200都收收啊。买200，人要爱无？来交钱啊！系啊，来，我11条哦，你12条哦，你13，来14哦，你15、16、17、18，来19、20，够人要爱无？剩1分拢无啊！哎，200哦！还有人要吗？还是你唔捌买过要试食看卖无？100就好啦，啊无咱唔捌买过要100就好啦。有人要试食无？再来。唔捌买过要100，你若试食我上方便的啊，到处吃汉堡拢卖晒，100尔啊！100哦！100够要爱无？来多只。美女，你不要买回去吃吗？这个很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啊，这个是花式海鲜版，这里有写啊。哎呀，买一盘真心好吃。好，另外讲，你去这个物件唔免钱，平底锅油比要煎鱼啊，搁啊坐一点点啊，半煎就好啊。啊，煎到恰恰的腰水好吃啊，真正。再个你后尾来存钱咯，你好无？我你尾啊，来100了。啊，最后一个100，上面来存一箱呢，存一份呢，存10袋呢。你唔好讲我留这10袋上来呢，这100上面啊。个人买来无100，大哥你讲买来情况嘛，这好吃哦。阿姐你讲买啥？你拢无啊？你得减肥吧？应该无你减肥，阿某某讲，我阿某最近拢在减肥，真诶，啥物拢唔食。我性格食歹哦，迄人啊减肥性格食歹。我去拢住在比基楼顶，我伫楼下。我无想要未见面咋？我咧减肥诶查某性格真歹。我去你，我今日去楼顶哦。哎呀，这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100，啥物啊拢无啊？来买啊！拢有啊！欸，我这份卖到再长啊，好无？第一条要200下，大这份过你啦，50块落来哦，卖到再这10块长啊！这刚才这10块十万落来，客人我嘛艰苦啦，了一份无要紧啦，了一份啦，互人家欢喜的 OK 啦。是你意大利面一个一箱好不？来，我来讲，恁敢知影一种物件叫起司？你卖听我起司无？这明太子就是明太子加起司的意大利面，这无甲你骗的。外口甲我叫伊的餐厅用我烧一粒荷包蛋煎了。真是鸡鸡腿黑了，这包面要甲你摕，要甲你卖你120块，我无甲你骗的。这明太子意大利面只要加3包上，恁食看嘛，这种免煮啊，这个炊肉烧落去啊，啊，3包意大利面免300以后，只有加起司也好食，先加一个200了。哎，200啊！有人要食明太子意大利面，我来讲你买200，我加1包。你甲我买200，我加200。啊，等下我搁加1包你，免300以后，来200你落来。来一个啊！看了我来一份，最后一个明太子来200，上面也无。哎，200啊！你要清，你要清，你要搞何？我知。嗯。站嘞，过两边明太子吧，你要撞我，拢来。你要挑这个？我撞了。有啊。OK 好。好不，你要撞我了，撞我要200吧。我该用撞我。来清。哎，200啊！清酱明太子，阿哥有点番茄。200。我来补啊。我还用三行的，够一个番茄嘛，好吃啊。够咩啊？无剩一个尔，拢无啊，真正无啊，好啦。我要番茄，啊你啊无你要啥？青酱。我还有。青酱会不会减？无的。够两杯意大利面的无？380尔啦。对，够一杯。对，青酱啊。没有两杯青酱啊。无的，先小我一下子。够送我无？来咯。够两杯意大利面的无？小心点点咯。
个人要意大利面无？我甲你寄过啊，我甲你寄过，两百块两百下无？200啊！你讲两百买过，要买一百块试食看卖无？小心看看啊，100啊！是你讲贵啊？一百块两百试食啊，一百。100啊！拢有啊！哦，谢谢，我收起来哦。我是卖个白水，我食物件上好食，你食。OK 吧。好了，好，是这样吗？感谢您啊，谢谢啊，感谢感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今麦未接，上好接，恁来，恁叫我去。到人家接来，该你上少人家看一包什么，看清楚吗？上少人家看。这包就是人咧讲的菜头粿，伊用啥物做？伊用蚵仔做，好表示啊，蚵仔。即当个用煎的，真好吃，吃啥物拢免难嘛。今日要食菜头粿，我看300-500，唔免啦，啊！我只要你欢喜者，先给钱来，你200。200。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200。过来讲，我一包要送你啊，一包够你。今仔日唔免让你加300，加二啊。来一个啊！今仔你甲我买200，再来啊！我要加一包哩，做顶清者。一包够啦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，来200送你一个无？200一个啊！根本没有了，200块俩。200，200。有人要啊？200块。谢谢。再来啊！我未送了啊！我要加一包哩，一个人加4包倒来，我未送了啊！一个人加5包，无只你加一包哪行？我无紧。我最后搁招一个客人，人客唔免搁考虑啊！我予你保证，买无只落介绍，食好食迄落菜头粿，你相信我。我最后搁招一个，我600予你，你食欢喜啊！唔免300啊，200来。来200一个。好个，搁招一个，人客600啊，食欢喜啊！无只你加一包再退钱啊！200块要食菜头粿无？